第一题，下列各粒子的质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何？我们晓得原子是一整个的，整个的原子，那里面有原子核，原子核里有质子跟中子，然后外围有电子，所以呢，一定是整个的原子的质量最大。那我们也上课讲过了，电子呢是质量很小，质量很小，然后又轻又小，在外围运动，所以我们知道质子的质量是大于电子的质量。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各个粒子的质量由大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原子、质子，然后是电子。